国王游戏玩上床，少女令爆，九岁遭性侵。高雄一名十六岁少女前年就读国三时，和男同学玩国王游戏，擦枪走火，发生性行为。校方得知后，对她进行心理辅导，没想到她竟说出，她九岁那年和弟弟到爸爸的李姓好友开设的工厂留宿，守岁时遭爸爸李姓好友性侵。警方调查后，依强制性交罪起诉李姓男子，不料在去年十一月法院审理期间，李姓男子突然死亡，法院只好判决公诉不受理。动新闻高雄报道。